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我不是想早点见到你吗？我来开车。怎么能让你开车呢？今天啊，我来开，你就好好享受着坐在副驾就行了。好吧。来。系好安全带。广达住的房间，他小时候啊，回来就在这个窗边写作业的。对呀，我哥哥啊，读书的时候那成绩可好了。哎，你说他要是活到现在的话，咱们的日子可就没这么难过了啊。姑姑，回来是为了让奶奶高兴的，你别总提伤心事儿。对，你看看我这张嘴，提这个事儿干嘛？真是。奶奶，你的这个老房子不会一直这样的。小妮已经跟我说过了，她会亲自设计，把这里重新修好之后接你们回来住。这是谁呀？哟，妈，你现在认不出来了？这是小妮的老板。啊，老板好。奶奶，你就放心吧，小妮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。她不仅会把这间老房子修好，以后啊，还会给你们更好的生活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老板，你要帮忙啊！放心吧，奶奶，我一定会帮忙的。小宁，老板说要帮你的忙了。奶奶，别再说话了，您再说下去，我们会以为你以前都是装糊涂的。哎，怎么说呢？真是的。我不糊涂。不糊涂，奶奶回来就清醒了，是不是？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我的房子去。你老记得广达的，怎么不记得我的房间呢？这是。这个就是我经常想象的画面，姑姑搀扶着奶奶在院子里散步，院子里已经种满了各种花花草草。你怎么了？就是想到了以后的日子，心里很温暖。记不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带我来这里玩，我们还下水抓鱼。小宁啊，你像个男孩一样在这儿游泳。是吗？是啊，奶奶担心叫你不要游不要游，一不留神你又跑过来游了。我游泳很厉害的。我听小宁说你之前带他回来过。对，我们回来过。你是真的喜欢小宁吗？真的，哎，我们家这孩子吧，就是单纯，还冒着点傻气，但是啊，心地善良。虽然在外面打了不少工吧，也没什么社会经验。他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多包容啊。姑姑，我觉得小宁非常的懂事，也很努力。我都不用包容他，是他一直在包容其他人，包括我。行，我给奶奶拿点水啊。什么月的门窗。
怎么了？姑姑是不是又数落你了？没有，姑姑就是跟我说，如果以后我欺负你了，她就把我扔到河里去喂鱼。那我会变成美人去救你的。